而我们刚刚提到的珍妮预言也说过，虽然2025年之后会发生战争，但同时在这一年，东方会出现一名很重要的人，他会在互爱的前提之下重新凝聚分裂已久的人类，并带领人类走向最终的和平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尽管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但只要我们互相帮助，在这些挑战之后等待我们的必定会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